然后我们已经大汗淋漓了，看看。加油！现在脚下是一二三四五，还差两罐的高度，就达到了要求。而手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还差一罐的高度。 Jetzt kommen wir schon langsam zum Finale.